队骚名在剑盾又有紧急活动了，这回现在是8月22号中午，就在刚刚官方的日本决定战2020比赛上，官方放出了一支冠军海兽兽的配信码，领取时间截止到23号晚上11点钟，这个时间有点紧张，望互相转告。领取方法：打开游戏中的神秘礼物，在神秘礼物序列号中输入 PJCS2019CHAMP 即可领取贵重球的海兽兽。我们来看看这是日本冠军曾使用的海兽啊，身上带着一个达人带，特性肯定是饮水的，可以招保护、冲浪、冰光、大地力，性格是冷静、减速加特工，努力值的话拉得比较复杂，特工是满的，剩下的部分分配给了 HP、防御还有特防。哎，冠军用的这分配肯定是有点东西的，而且过段时间海兔也不用怕轰雷金刚星了，因为从9月份开始，宝可梦对战将会禁止使用上赛季使用率靠前的精灵，我们草狒狒准备下岗一段时间，所以海兔到时候也可以销赃了。这两天呢，应该还会有一个多边兽的赠送活动，到时候我会尽量及时更新视频，我们过段时间再见。